虽然他的出路是靠台北市，但是他就台北县，但是他要买卖的时候都要台北市哦。新北市。他的出路的话，他的出路是从这边出去、所以要劈腿啊，跨两县市。他的户籍所在是台北县新北，所以他江惠的案子为什么跑来台北县？台北县那个新北市的那个副市长侯友宜来办，为什么？他是因为他是台北县新北市。新北市。它是地理上的特殊性啊，这一条线就是一个邻线，这就是台北县市的分界。啊，江惠就是那一栋，对，他弟弟啦，孙外佣。这条是分界点，他哪边台北？算他的老家。就山的，一般的地理分界线不是河流的中央，就是山的山脊。山的最高点，这上面。那我站在中间，我就是台北县，台北市。那就你的意思吗？长够劈腿啊，来，一脚跨一边。那一头。那就是。对啊。没有，你已经开跨城做了。对啊对啊。一只脚在新北，一只脚在台北。有劈腿啊。那边是台北县是显然的了哈，那边台北县显然的，所以说你就该劈腿啊。这边算台北新北市的啊，这边算台北市。你站中间，站中间，站着。中间。